你不信我是八亿少女的吗？工作是吃饭，能吃还不胖。刚刚吃完四碗卤肉饭，结果肿子有。一会儿我就去。不像了，你等一下就不像。我只能下。大姐，一整个肘子那个是你们家吧？肘子你吃不了。我想来一份。当肘子你吃不了。没事，吃不了我们打包。然后冒走了，就做个小份的吧。不，我要大份的。3斤多，哎呦！我让大姐给我盛米饭，她不给我盛。哎呀！哇，这个皮也太好吃了吧！哦，你行了，自备手串啊！哎呦，你看这，哎呦，爆汁儿！什么时候能有纯皮纯肥的肘子？我刚才戴手套的时候，大姐在旁边问我吃不下了是吧？之前是真能吃，现在不是了。等等，这个我怎么跟你讲呀？上哪跳？哎呀，这块心！瘦肉你就得这么吃，吃破碎！哎呀，快看！哎呀！来，戳饭爆鸡，听声音啊！我还刻意留了一块神级大肘子皮。可以喝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肘子皮真的可以喝了。就你知道为啥大哥周口酒的时候都，哎，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姐，我加点饭。还要米饭？啊，加点。就是封神级拌饭料，然后再配点少汤，绝了，高高的，满满冒尖一碗饭。
好久不喝。我这个 S 码的裙子现在都是有点勒了。没完呢，还有最后一块大肘子皮。哎呀，呵，来，姐妹们，今天最后一口。是不是之前看视频的时候都不相信？对，确实。这回亲眼看见了。今天有大姐给我作证，这个就是我啊。嗯，我之前看过。你们又卤了几个肘子是吧？让我吃完了。我估计我能吃一半差不多，一半都不一定吃掉。走吧，咱们再去买个饼去。